太完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尝一下真的好不好吃啊，哦，我知道好香啊，哎谢谢谢谢，哎呀，我们都分着，分着吃吧，有我也要，我也要四个鸡腿，哎好乖乖的很，剩下的是我，哦好棒好棒，谢谢，慢慢用餐啊，嗯，怎么样？甜甜的，好吃，好吃吗？是我喜欢的这种口味，甜甜的，是你喜欢的口味，像蜂蜜。哦。优雅一点，优雅一点，绅士一点，优雅吧，对，优雅绅士，对。那米饭先不着急了，所以您需要的话可以先去做您的抹茶浓缩。哈哈 ，baby， 你帮我看一下还有几杯。我跟你讲，你再多做几杯吧，因为呢，我很快就能把它推销出去了。啊，你要直接反向推销就对了。哪一桌还没有抹茶拿铁的？零九七号桌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七号没有抹茶。对，那我去跟他推销一下。你们要来一个抹茶吗？抹茶拿铁，你们还没点对不对？不点会后悔。这我老婆，这个今天特别刚新加上的，完全是鲜打的奶油。我老婆今天特别加，而且这是健康的、好喝的，要不要？要，可以吗？绝对的。对对对，这我老婆刚新加上的，我劝你们也来个一杯来喝看看。一杯，你两杯，你一杯 ，OK。哎，你们要不要点一个抹茶拿铁？我老婆是茶抹茶加那个牛奶，它是真的牛奶跟真的茶。你看一般是不是说不能说奶茶？对，这个抹茶拿铁就是真的好的奶茶。喝了再说。喝了再好，今天先来一杯哈。baby， 是不是我做几杯你都可以推销出去？应该是没有问题，那边就有一、二、三、那边都有订吗？四，嗯，对，那边大概有五杯。多少钱？我也不知道，啊，多少钱，你们觉得一场卖多少钱？啊，日常根据成本，日常卖多少钱？嗯，如果是在餐厅里面的话，大概20会不会很贵？不会，如果你要是觉得20有点高，我们就18。这个要满才好看，不满的话感觉会很没有 feel。来，跟红送走。漂亮，各位，这就是抹茶拿铁。我的妈，满到这完全考验我们的平衡能力。完了，我的送过来之后忘记说这是几号桌的。